我看见了。傲娇什么呀？一推动就成了吧？记得请我喝喜酒哈，红包我就不给了。不是你发的吧？装傻？那怎么可能看不出来是在试探他，给他台阶下？还当鼻子上脸了？我再帮你。算了。不管什么原因，当初提分手的是我。不想见他的时候提分手，现在想见了又提复合。凭什么什么都围着我转？换我是他，我也不爽。苏胡兰，我让你拿的猫粮你没拿出来。是在我这儿，回头我让梦梦带给你。猫饿了，那你看完电影之后把猫粮给我送回来。没有宠物店，先买点应急吗？都关门了。有24小时的宠物医院。没有这个牌子啊！现在小黑和万顺的嘴都被喂刁了，挑食。啊，对了，你之前做的那个鱼丸，你记得也带点过来，他们爱吃。你公司就没有鱼粮吗？你自己去拿点啊。过期了。夜间打车费、快递费、丸子材料费、劳务费。来我家就这么难吗？你不是已经约了其他人吗？那我等会儿给你送来。你在家等我吧。好的。还有个事儿，我想加个课时学做菜。于总，我们的合约已经结束了。是那可是？哪条法律规定的？
不是法理，是情理。下周我生日，我想用这个课时学着做一顿饭给两个人吃，一个人你认识，是我外婆，还有一个是想给我和我妈一份更好的生活，我想了解她，也想让自己真正的从过去走出来。你可以帮我吗？好的。明天下午三点，我家接。猫粮的话，今天别折腾了，明天一起带过来就好。好的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以前录节目用替身，是因为我觉得学做饭是一个很浪费时间的事情。但有一个人告诉我，工作是生活的手段，而不是目的。有些事看似无用，却能产生更大的价值。如果丢了工作才能有时间回家做饭，那我现在就辞职。因为他，我开始体会生活。他帮助我，鼓励我，让我面对过去的痛苦。渐渐的，他也悄无声息地在我心里住了下来。突然有一天，我发现他对我来说越来越重要，我也越来越离不开他。于是，我就想尽各种办法，想把他留在我的身边。但那个时候，
我真的不懂如何以工作以外的形式和一个人相处。尽管做出过努力，但比起他的需要是微乎其微的。现在想想，那个时候真的很单纯，单纯到以为把他留在身边就是爱和付出。为此还和工作伙伴争执。你不光要为他负责，而且要为所有的投资人负责。但这种争执最终受伤害的人还是他。一直以来我都在给他我认为他需要的，但我忽略了原本对他来说最重要的。是妈妈又给你添麻烦了。只要您开心快乐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。不是你的错，我是个不完美的人，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。你的压力其实都来自于我，我不想变成那个给你压力的人，所以我学会等待，学会不恐惧关爱，最后我还学会如何面对过去的自己。生日一直是我的噩梦，但妈妈做的茄子或许能变成一个桥梁。所以我找了一个酒店的厨师，想让他帮我还原那道菜。站好了，别乱动，我调一下位置。跟我们番茄扯淡而已。录下视频，方便你之后复习。毕竟是要上节目，所以姿势仪态很重要。不会再掩饰脆弱和困扰。同样，你也不需要再假装坚强。我更不希望再看到你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。这道鱼香肉丝是送给你。我想调和我的生活，也调和你的生活。希望你不用再背负所有的压力，不用随时保持完美，可以尽情的去哭，去笑。我想成为你的依靠，变成你的家人。嫁给他！嫁给他！嫁给他！
有目目平平关关，天天一起吃饭，天天都问你说晚安。是你喜欢的浪漫，一点点喜欢，有着你陪伴，一茶一饭，简简单单，一心一愿，问着你说晚安，一年年，一生一世，朝朝暮暮，平平宽宽，天一起吃饭，天天都问你说。